就变成网络输了，因为现在还有版权问题，还不能变网络输了。那这些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用了 Facebook、YouTube、Dropbox、GitHub、Wikidata、Slideshare、Markdown， 这边都是网站。再来 Markdown 就是软体用，这是语言的哈，是一种写网页的语言。Endnote 也是一个软体，可以把 Markdown 转成网页或转成电子书。LibreOffice 这是我在微积分那门课所用来写电子书的 Office 工具。MStudio 就是录影的那个，格式工厂，因为录影完之后上传很慢，用格式工厂转换一下。然后还有上过我的课的人可能用过 Blender 啊、iCarus 或 Visual Studio 之类的，很多。那透过这种方式呢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？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，而且我觉得它对同学会比较帮助，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人想问什么问题？当年请说。没问题，非常很好。那我其实你问一个人怎么离职都有两个版本，那以后你也会，那我不会告诉你们假的版本，我告诉你们真的版本。那假的版本我都会比如说跟老板说，就是说怎么讲，就是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很好啊，你离职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我觉得这个公司好烂，烂得不得了， 我觉得 老板真的是一个混蛋或之类的，然后千万离职的时候不要留下这种东西的。那礼貌，人其实有时候不管是说礼貌还是说虚伪，这一层是要离职的时候留下好关系，以后做什么事情人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烂咖。 OK， 那我当初呢真正的原因是那时候我在松下其实对我很好了，那我在念博士班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在松下兼差，然后呢一小时他给我670几块，那我们每天大概都跟 我几乎一个礼拜上四天，因为我是其实是工读生，然后一个礼拜上四天，然后偶尔呢周末他们要赶工，我再去加班。那礼拜五因为我要去学校补习班，对，所以 的那个工作，所以 我不能够在那边。那去学校还要念嘛，我总要毕业，所以那时候我是以工读生的形式在工作，但是其实薪水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算一算，我发现我一个月可以领到10万块。670几块，而且一天工作8小时，一个礼拜大概30几到40小时，你可以算一下。他日本公司尤其是松下其实他们很好，他不会克扣你，也不会说责任制要求你，然后呢我们还是很有责任，但是他不会说给你加班却不给你加班费，加班的时候呢还有不止一倍的加班费。 是加班如果本来是670几块，你算加班的话呢他就给你到800或900。 OK， 所以松下其实是个不错的公司，但是很可惜的是最近松下混得不太好，我们那一个公司后来在我离职之后没多久也就解散。那 我不是看到他不好才离开了，但是呢因为我跟他老板其实我的主管我相处得很好，那但是呢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。什么实际的问题呢？就是我当初是个工读生，我领10万块，对吧？那到了我变已经毕业，博士班毕业了变成正式的时候，那老板就要跟我谈薪水，因为要重谈啊，不能以工读生的薪水啊，对吧？那我就期望说 OK， 那我工读生都可以领10万，那我的薪水应该至少有10万吧，觉得合不合理？
不合理，为什么呢？结果我的预期是我的薪水应该有10万，结果他们讨论到最后的结果，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很想给你钱，但是呢你这样子会破坏我们的和谐的关系，因为我如果给你这么多，那旁边那个已经工作了7年的女生她怎么办？她为我们卖命卖了7年，结果她的薪水比你还要低，情何以堪。我这时候我就想，对，像也说不太过去，所以我就想说发，那山不转路转了，那所以我就转了个头，我没有直接转头了，我只是说我就在想说 OK， 那我其实觉得教书也不错，爸爸一讲解太久，我就想说我去找找看教职。那时候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有点离职的感觉，想要离职。那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刚好结婚了，我还是在松下时期结婚，其实非常感谢他们，那个包了红包给我之后，我没有机会包红包给他们。离职，怎么讲？就是那时候我就想找了教职。那因为我跟老婆结婚了，那她我老婆是金门的，那我是台北人。那我就在想说，那时候结婚的我老婆不能过来，因为她有一个合约还没满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来投金门的学校看看，因为那时候刚好知道说，好像金门还有个学校，而且台湾本身就已经教授都快跑了，那所以其实剩下的都是私立学校，私立学校其实接下来会很惨烈。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想太多，我已经有去私立的学校应征，那后来我还是选择来金门，虽然比较远，而且但是我可以跟我老婆在一起，而且她是公立的学校，这是真正的原因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很谢谢大家，因为已经早就超过吃饭时间了，那谢谢大家饿着肚子在这边听我讲，好，那我们就演讲结束了，下课了，谢谢。